你别过来，我警告你，你别过来，口吃，撞哪？有，你吓到小朋友了，兔子，你吓到小朋友了，你以为你躲起来就有用吗？ 这里的特色糖芋苗，但是好幸福哦！真的。
龙飞吗？我是冤皇子。他是冤皇子。你是谁啊？我是晋皇子。你们俩都皇子。我比他优秀，我是皇后的儿子，但是我后面成了太子。是谁？我是容妃。容妃怀疑你。你说我那个写的是什么？写的啥？对，我的剧本上没写。不可能的，没说我。我的剧本上没写。感觉天裂了一个缝，嗯，是不是天裂了一个缝？今天的太阳为什么是这样子的？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稻香音乐空间。像电影一样的爱情，可大概大多人就这样踏上开始就不回的旅程。到这里遇到你，像是注定有了跌宕的剧情。连我这么一个，妈呀，这也太多了吧。摇滚的歌曲超大主播是送给你的。灯笼把房间变成洒的湖泊，找那只怪兽来破译我们的窗帘背后。